好啦，那今天其实我真的就是没想要干嘛、欸，就真的是 free 哦，让我再想想比较 OK 的策略。属性空在丛林，还是会直接出银半？如果会直接出银半的话，有何不可？属性空跟银半战兽都在丛林，那今天来刷刷看好了。好啦，又回来我们的老地方了，求雷姆吗？等我们电系宝可梦都抓完之后，我们再考虑其他的属性好不好？ GS 球是公园球，并不是哦。 GS 球有什么用？ GS 球是可以召唤史拉比的东西。然后前几天应该说繁星在开台的时候，他有遇到那个无极泰纳，哦，很大，但不是。然后无极泰纳是生成在中界，那时候被 NPC 搞到没抓到，很可惜，不然我也想要抓一只无极泰纳。无极泰纳很帅，对啊 ，NPC 再雷啊，就是一复活就被打死，一复活就被打死，急去炮帅爆，真的啊，而且打巢穴更快。有暗黑洛奇亚吗？有，但是他目前是以赠品的方式去赠送的，就是宝可梦模组官方偶尔会办抽奖，那个抽奖才有机会抽到暗黑洛奇亚，通常都是三四百分之一的机会，哦，很大哦，哦，很大的蛋蛋。然后在这一次的 8.3.1 版本啊，有改一个新东西，就是极具巢穴可以说只有队长能不能抓，而且能不能使用大师球的这个设定，友情游戏寿命二选一，也是啦。不过这东西是后来改的，我想说就算了，不改这东西了。不然说实在，神兽还蛮好拿的，你们不觉得吗？你只要用力刷，努力刷。你想要什么神兽都有，你看我杰克罗姆刷了几天，努力就有。宝可梦模组的力招是要怎么用？带在身上就可以用了，只不过现在好像是集聚系统，所以好像力招是跟 Mega 都不能用。不能调高出现几率吗？你是说什么的出现几率？哦，卡布某某，哎，妖精的妖精系是不是？妖精格斗没有用，点吧，啵啵啵，等等的抓到了，哇，这地球上头好 carry 哦，他很重吧，他很重吧，体重45，太轻了吧，他强吗？你们就要抓吗？这只要抓吗？抓，好了，反正我现在就多收集吧，没差啦。卡布某某也是有他的市场的，好不好？继续下一只，反正丛林人应该还蛮多只的。两只卡布嘛，属性空一半战兽跟萨路德，还有啦，可以啦，在丛林刷应该不亏，好不好？有出都是赚，赚烂。你找什么？这什么？谁啊？那个。三剑客的那个，我叫不出名字，我突然叫不出名字，他谁？忘记了，三圣剑那三只的，他很重吗？先看，哦，260，很重很重，速度一定很慢，哦，108也很快，岩哦，岩石哦，突击有没有用啊？还有格哎，算了，逆鳞好了。杰克罗姆后目标哪一只？现在是属性空啊，属性空跟银半战兽，应该是吧？属性空之后再来杰拉奥拉，然后再雷电雨，然后结束。今天想要抓谁，就说了哈。怎么一直打自己？混乱吧。888很重，要抓一个月吗？应该不至于吧？没抓到，水军。QQ， 集聚二霸，耶、yeah ！为什么会出招失败啊？他用什么招？闪电！来吧，我们看我们四个人谁是欧洲人，还是通通都是非洲人？哇，地球上头的伤害这么高哦！为什么地球上头都可以直接穿甲？哎呦 ，Go Go！
我不是澳洲人，大家都是非洲人，太棒了。对啊，我是不是该学个地球上头啦？我知道地球上头好像是固定伤吧，可是它是穿甲伤吗？很香欸，那个地球上头有点猛欸。地球上头，地球上头是固定伤啊。该招式无法对没有效果的属性的宝可梦造成伤害。哦，它是一个固定伤，以等级伤害100，所以100的话就是100。不行了，我要去换招了，太香了。地球上不是大地之力，地球上头神速吗？好，换神速好了，要打架再学会神速。如果每一只都可以这样的话，那很强欸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穿甲，穿甲伤害，好扯，好扯！哇，新世代招式太强了。有一只妖精，这只赌运气吧。地球上头，不行，这招真的太强了啦！穿甲伤什么鬼？我总觉得这真的是 bug 啊，这个版本的 bug 哦，不行，这太强了，地球上头太恶心了，谁管你盾牌啊？穿烂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鬼？这是什么鬼？哇，主流就是这个了，这是主流吧？这应该是 bug， 不行了，这个版本赶快用，下个版本不能用了。那我直接抓咯，我就直接抓咯。咬两下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对啊，地球上头原版就这样做吗？是吗？原版就这样做吗？如果原版是这样子的话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如果原版不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是 bug 啊。因为我是没有试过用地球上头去打啦，本来就这样做了，那就不是 bug 欸。我不知道欸，好猛哦，这招怎么感觉都是这些宝可梦，就偶尔才会出神兽啊？无视护甲。噁爛巴拉，超噁爛。欸，又一只啊，又一只，开摔开摔，各位摔起来，摔爛。你们要来接受灌篮洗礼了，没问题啊，灌爛他，摔了又摔，摔了又摔。哎呦，第一次摔，第二次摔，哇，真香真香，这伤害。哇，轻轻松松啊，那个盾完全没打到啊。我好速度吗？是，没有力。爹爹没那么好出啊，你要某一只特定宝可梦太难了。Super 都没地球上头强，什么东西？Super Idol的地球上头都没你的胸，什么十一月真无的阳光都没你的痛，这是什么东西啦？哇！如果你的一个 super idol， 然后他对你地球上头，你要吗？好恐怖哦！你们觉得还会再出吗？所以刚刚招到的都是孟娜招的哦。孟娜是用一般新块吗？没刷到叠叠不关台，我不要嘞，我就是要关台啊！49个，我们今天开了几个、啊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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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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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了！这个每人都可以抓，每个人都可以抓，真的，每个人都可以抓，继续撞，继续撞，不痛不痛，痒痒的，痒痒的！哎呀，你怎么开第一次盾就要倒啦？哎呀，属性空怎么这样？不对耶，不对耶！你怎么一个盾都没被打到？哎呀，怎么倒了？啊，真可怜！然后被抓起来，哎呀，怎么被抓起来了？属性空怎么进化、啊？忘记了，战斗盔甲，亲密度220以上，提高等级，亲密度好，了解。咖喱，也是大颗的，好吃的，好不好？香香的。有了有了，属性空的样子，进化啦！接下来光碟的话，光碟我不太确定欸，多属性攻击。好，我去麻衣家看一下，麻衣不知道有没有欸。哦，有欸，那我跟你拿一个电子的咯。
它会变样子吗？欸、会耶，会耶。它的头，它的头，你看它的头，跟它的眼睛。先看哦，这是哎、欸、回来，好，很乖很乖。好，你们看它，它的头跟眼睛是白色的，然后只要戴上了光碟之后呢，它的眼神会变黄色的，尾巴也会变成黄色的。现在的话呢，就是电属性啦，48个星块哦，好像还有料哎、欸，我要去莽原了，看今天继续乘胜追击。现在的话，找一个洞，找一个可爱的洞啊，我看到了可爱的洞了，它亮了。What the fuck？What the fuck？ 闪电鸟，哇，你的盾牌好多哦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哎呀，被雨欺了。哎、欸，对，遇到雨欺的话蛮没辙的、欸。再来再来，哇哇哇哇哇，哇哇哇，完了，这兄弟很耐打哎、欸，兄弟，我们就一直摔你，耶、yeah ，什么球啊，速度，哎、欸，没有零，就这里了，今天来不来得及呢？继续摔，这一周很欧啊，很欧啊！你不会回血，第二回合就要被杀了，雷公！哇，轮流打，好惨！没有啊，可是你知道我都会出，但是我抓不到，我都用大师球才抓得到。是谁？哦哦哦哦哦！我知道谁了，我知道谁了，我知道谁了，我知道谁了。这样，请问这样子你哪会知道是谁？你不看侧面，你看这样正面，你觉得他是什么？大王铜像啊！正面哪看得出来啊？这是 Kirito 滚呢 ，Kirito 哎 ，Kirito， 我要抓到你了 ，Kirito。好像上一次我们要去抓 Kirito 哦。然后到最后都没有抓，你一定很重，我相信你一定很重，帮你撑十秒，哎，撑十秒，水啦水啦，我帮你撑了十秒啊，一，大王同人像雅斯娜帮我撑十秒，啊。终于有一对了，太棒了！我们的雅斯娜跟 Kirito 撑，他是谁？火焰师哦，公的。啊，怎么又长得变这样子？好奇怪哦！他刚不是长这样子啊？地球上头可以收掉。你看他到底公还是母的、啊？你搞得我好乱！你搞得我好乱！好啦，那么今天的宝可梦直播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今天嘞，就是抓了属性空出来哦，就这一只属性空。我们抓到这一只哦，主要抓到这一只，然后也开到了蛮多神兽，但是就没有用大师球抓啦，主要就是抓这一只出来咯。好啦，我是杰克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啦，啵啵啵啵啵。如果喜欢本次的影片的话，别吝啬你的喜欢，给我们一个鼓励，订阅之后记得按下小铃铛，第一时间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。